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那里的一个村庄，至今都保留着一个陋习。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那里的一个村庄，至今都保留着一个陋习，认为女性在经期时是不洁的，女性在经期时会被赶出家门，到村子外的一处黑屋里隔离，直到结束才能回家。